啊，白天都很好，然后它有一些蕾丝的部分。大方分享穿搭术，他就是下姿瘦东夫人许茵茵，趁着自家服饰举办特卖会，特地带着妹妹许圆圆来挖宝，因为姐妹俩好巧不巧都在去年升格当妈，小孩子也还没满周岁，已经好久没一起出门逛街，更别说跑趴了。互相聊那个小朋友的事情，衣服啊，然后吃的啊，营养啊，午餐那样子。因为身为太子汽车千金，过去四姐妹就以大姐许茵为首组成太子四人帮，四处跑趴 PK 孙允的微风帮，还有蔡依珊的红豆帮，为时尚派对增添新鲜感。只是仔细看，产前产后两姐妹不仅身材完全没走样，皮肤看起来也是晶莹剔透。化妆水然后放在脸上，敷个面膜15分钟这样子。每天吗？一个礼拜一两次吧。除了敷脸以外，许圆圆更透露，平常没跑趴就不上妆，让皮肤能呼吸。这部分也尽量手油手盐，不吃外食，再搭配走路运动，就能轻松瘦身。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还变胖蛮多的，然后也可能是水肿吧，对。后来就慢慢消，对的，应该有8公斤吧。也让产后首度复出的姐妹俩，乍看之下真的很难联想，已经从名媛变贵妇。三立新闻采访吴奎言，台北采访报道。